A smashing machine, a wrecking ball. Will Xiong Jing Nan retain the strawweight strap? 谁想披着金腰带，还是比完赛之后身上披着五星红旗，对于我来讲，我都是很自豪、很骄傲。我是来自中国的雄鹰男，我爱你们。这种骄傲不是把自己很高傲，是让我敢问身为中国人，我很自豪，我很骄傲。这也是促使我给我的一个动力、一个支柱，让我更加继续努力去捍卫我的金腰带，去拿下每一场比赛。 2020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，我们在2020年当中突然间接受了一些扑面而来的一些困难，一个我们不得不去做的一个选择和一个接受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也是我2020年第一场卫冕战。 对于我最大的意义是说，在这一年当中，我自己曾经也收获过，而且也失败过。在我在这种失败当中，我能看到自己的一些不足，在这个失败的过程中，我努力的在让自己去成长，在让自己去变得强大。现在还是处于一个特殊时期嘛，对于我来讲，我在备战过程中难免有很大的一个困难。 因为很多的训练的技术还是不可以去做，但是自己一直在努力的去找一个好的一个方法，让自己去加强自己不足的地方。现在目前对于我来讲，不管是拳法还是地面，我只能和一些假人在做地面的一些东西，但是依然没有放弃去学习一个地面的一个技术，包括拳法也依然在进行的。 特殊时期有很多的困难扑面而来，所以让我懂得了更加的要去珍惜、包容，也去保护自己和你身边的人。我要会以全力以赴、100%的努力和用心去拿下比赛，把这一个金腰带作为礼物送给我的祖国，也送给我的家人和朋友。 通过这次的特殊时期，我能够看到自己祖国更加的强大，能够看到我们所有的人的努力和积极的配合，还有我们的决心，还有我们的勇敢。现在给 Tiffany 属于第二次打了，因为我们俩第一次碰面是在2年前，我的自信会更加的多，因为我已经不再是2年前的自己，以我的这种在台上所有显示我们中国人的力量，给他们一个更好的一个精神，一个支柱。 我想告诉我的中国运动员兄弟姐妹，不要放弃，我们永远是在一起，我们一起努力，一起成长，为梦想而战，为中国而战。